如果你选一个球类运动，什么球？就必须选一个。必须选吗？我还想选好几个，乒乓球、羽毛球、篮球都可以。啊。哦。听得到吗？来个简单的啊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死的，这个是死的，对，这个是我 get 到了，你 get 到了，这么快？活的还是死的？聪明人，死的。啊？死的，对的，死的。真的吗？哎，你怎么？死的等一下，不应该是？不是，你看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啊，这一类的游戏都有一个共通，不能把你的推理过程说出来。就只能默默的在心里推理。哦，对，完了我以前都告诉别人。那我们再确认一下啊。好的，死的，已经死了，你的青蛙。对，因为一般不懂规则的人跳出来的都是死的，这已经是有点透题了。哇、哦，思考一下为什么？哇，就一般不懂规则的人跳出来的都是死的，所以看好啊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活的。对，活的。你猜的吧？没有。没有，有感觉了是吧？有一点点感觉。再看啊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死活的，活的，活的。活的。你做一个，你做一个就一种。死的对不对？死的还是活的？我大概知道了。控制变量啊，看好，看啊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死的。活的。我永远能猜。再来一个。死的还是活的？活的，死的。我觉得你在针对我，没有针对我说活的，真的没有针对你。再重复一下，重复一下就。看好啊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死的。活的，活的，活的。真的是活的，你给答案是故意的。那我先说好不好？死的，你看，这个是死的，看，死的，这个就是活的。是针对你，是针对你。你可以讲解一下，张老师讲解一下。讲解就给你们透透，这个题就基本上是把答案告诉你们了，关键就是看打的位置。活的，死的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觉得你在开玩笑。绝对是真的。跟眼睛看不看有关系？不能告诉你，反正关键就是看。是知道哎。再来一下呢？哦，我 get 到了。真的吗？我感觉你有可能完全 get 不到。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。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。啊？死的。啊？死了吗？对。我总是老是对一下错一下的。关键在看，朋友们。对啊，是这样，不就是？我这相当于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。关键在于看嘛。对啊。如果说我不看它的话，它就是死的。看。活的。哦，死的不能说出来啊！哦，所有的推理过程，你是不是感觉到了？哦、好的，那我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个一样的啊！看好，好难哦，你这个。这个很简单，我都把答案告诉大家了，嗯、不信你问他。嗯，我都把。你示范呀！来一个，看好了。死的。活的，再一个，那两个不一样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死的，死的，嗯，是的，我好像有点死的，死的，对啊，不自信了，不自信了，是的，是的，为什么呢？是这样吗？这活的，是的，你自己肯定，还是不要给他看了，我拿水涮。你拿什么？拿水涮了一下，但肯定能吃了。哎，等他回来就要问他青蛙是死的还是活的。是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哎，关键在看。有什么？你没有领悟到。你看我，你看我。嗯。是你吗？这边是活的。哈哈哈！笑脸。还是死的。你是大只苍蝇，我把它拿进水里。没必要这么使劲儿，死的，死的，这死的对吧？对，死的，死的，活的，
啊，不对不对。嗯。死的。死的，这个是死的。嗯、对。死的。对。他这个是活的，其实。哎，这是活的。是的，是的。这是活的。对对对。现在是死的。现在是死的。这不是活的吗？死的，好难啊！死的，对，嗯，你看，活的再做一遍，看看啊，活的，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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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哎，那我再问你啊，死的，死的，你的第。哎呦，你的第一下让我特别以为，以为对了，对，以为对了，对，有些失落。所以你现在是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对，真的。你仔细听，看，掉吗？看，活的，死的。对对对对对。看，活的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好。梁老师化妆去，那卸妆去了吗？哎，正好这个仰角可以看到你们。这个哦，对了，你在那睡，要不你就别睡觉了吧。这一样，这里吧。你们两个不是在楼上吗？楼上这里有张床哎。啊，没事，我就在这里了。你看我，你休息一会儿好了。累了，我先躺一下，然后再去洗漱。困了。行，好吧。行。我们先洗漱了。好的，拜拜。真的有点瞌睡，先去。好了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我现在要去卸妆、洗漱、睡觉了。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开启第一天的旅行，但是也很担心夏之光同学他的伤势，希望他的伤能够快快好起来吧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旅程要一起进行，嗯，然后你们也早点休息，晚安，好梦。